等于是重新去反省自己的，在这中间你会更清楚到自己的行程跟自己以前的种种，那这中间你慢慢就会更了解到别的人。竞争的，像一群狗的世界这样，要彼此咬，这样彼此这样谁带头？Yeah, yeah, Lord, Lord.